好久不见。我早去抓你啊，我还想问你呢，羊杂碎的味儿还有呢。他们两个人其实有各自各自忙着的事情，甚至有各自的朋友圈，而不是说天天卿卿我我的在一起。我跟国立合作，包括跟王刚老师，我们几个人都是跨世纪的交情啊。国立在我面前总是表示他是一家之主，我都不信。哎，不能信，你们家里的琐事啊，那他这个年纪细了他管不了，那必定家里还有一个贤内助得管着。结了婚以后，慢慢我就发现他就是一个工作狂呗，工作连轴转，见面的时间都不多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，不知道。哎呦，昨天溜溜干了18个小时。有的时候现在老了哈，突然有时候想想，这一辈子拍了这么多的电视剧，哎呀，费的时间太多了，有的时候会觉得忽略了他们，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。我希望我们俩能到一个地方去待一段时间，好好歇一歇，让这个生活慢慢变一个节奏。